我讲亲爱木屑心木呆鬼手，你确定是上包的吗？当然，这有什么问题？我包得真难，放心啊。但是隔壁好像不是这样包的啊。你看一个像玉笋，一个像蜜瓜。你不信，这就是专业跟业余的差别啊！别想太多，好好休息吧。我还没回开，别砍到头。那需要本姑娘替你砍麻烦，帮助入门吗？这边的经验未少哦。别纠缠我，我也不想要点名啊。好啦，乖乖养伤，要搭嘴讲，以后来日方长。嗯，是哦，人交你照顾了。无问题，我绝对甲好好照顾。嗯，林中秀结界被破了，转。恶毒人前辈，南风衣救不回。就由罗你照料了。因两人相敌不屈，只怕敌机来难以行动。我明白，我会往阴霄水道将南方的保镖领回来，这样也可减少恁之不便。安阴吗？为在此守护自己最好。不过，我倒是无想到南方也败了这手的嚣张。实际上，咱必用我一温情。能够借此机会偿还，对我嘛是一件好事。毕竟恶毒也忒啊欠人人情，只是无想到南方救无着，所以救着一个救不回。哼哼，是阮来早了，也是你来晚了呢。算了，这也无重要，都是神奇着魂因主限制，就无设法尽快使神奇归位，只怕天地将迎。我正打算花一撮部分善终。以便了解神奇正达阵后续的发展。嗯，放心去吧，众生需要你，人会替你饲到安眠恰齿，肥嫩啊肥嫩。哈哈，那无失心是无依赖咯，个性。慢行。